何事？韩匡寺侦察不严，深入敌境，死伤将士10000多人。 主上，赵王、蜀王、平王、吴王，还有虎谷大人求见。这帮人消息真够灵通的，就跟他们说主上身体有恙，不见。是，等等，就让他们到御书房等朕。今日不见，明日也得见。 主上，韩匡嗣一意孤行，不听休克之言，居然中了诈降之计，手谕吾辈已置于损兵折将，难主逃脱，安律当斩。主上，赵王说的对呀，韩匡嗣不死，何以祭奠我大辽勇士的冤魂呢？今后在战场上，谁还肯为大辽牺牲啊？ 请主上圣裁。我大辽勇士刚刚殒命，你们就着急来要挟朕？别以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，朕不知道。就是触怒圣言，臣也一定要说：韩匡嗣不死，则军心难安。 社稷不定啊，主上！韩匡嗣之罪，朕自有定夺。还请诸位大人放心，朕一定会给你们各位一个交代。主上，都给朕滚吧！给朕滚！主上圣明。 韩德让代父请罪，在殿外已经跪了快一个时辰了。公是公，过是过，韩德让的功，抵不了韩匡嗣的罪过。匡嗣他误朕呢？主上打算？ 如何处置韩匡嗣呢？他贪功冒进，损失兵马万余，让男主难逃，安律当斩。主上，你太过于急躁了。朕急躁？那皇后的意思？ 是要替这败军之将求情不成？就算是百战之将，也有打败仗的时候。主上不先问缘由，而要先杀了韩匡嗣，这又何必呢？是朕要杀他吗？
你去朝堂上问问，朝堂之文武百官，谁不想要他的命？就算他不战败，想要杀他的人一个都不少。皇后向来杀伐决断，今日费尽心机为韩匡嗣求情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让朕怎么想？我不是为他求情，我是怕你日后会后悔。朕后悔？朕后悔什么？三谷山之变，是韩匡嗣从柴堆里把你救了出来。这么多年，是他偷偷在为你治病，如父如师的照顾，甚至为了你的江山费尽了心力。他战败是有罪，但也应该论情况定罪。你如果因为一时的冲动把他给杀了，我怕你日后真的会后悔。若是朕告诉你，朕不会放了你，你又能如何呀？你是怨恨韩匡嗣兵败，还是怨恨你自己用人失当？朕倒想听听皇后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韩匡嗣从未独当一面带过兵，你应该让休哥挂帅才对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来带兵呢？你就是急于想让韩门一族在朝堂上立住脚跟，便于后勇，可是你的这一招太过激进，才会造成今日的局面。朕今日有些累了，皇后还是下去吧。